屁股模拟器。看到这个名字，我已经能感觉到不对劲儿了。温馨提示啊，非战斗人员请撤离战场。游戏只有两个选项，开始和离开。这个样子怎么那么像那个东西啊？不管啊，直接开始啊。OK， 观众们，这个就是我啊，在厕所刚拉完屎，但是我发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，我忘带纸了，哎，就很尴尬，这咋办呢？哎，我去，还绊倒了。现在问题很大，得找个地方擦屁股。来，走出去看看，这不穿屁股走路，这不穿裤子走路确实不太方便，不能把我的命根子给露出来。往左边走吧，这边没人。哎呀，快快，赶紧藏起来。哎，这幅画是不是能擦屁股啊？蒙娜丽莎，画得有点抽象。走，咱慢慢过去啊。哎，这个女的没发现，来来，擦屁股，擦屁股。舒服舒服，不行啊，纸不够用啊，还得再找找。那个女的快转过来了，咱们继续走。哎，被看见了，你干嘛？我去，竟然还拍照，丢大人了，丢大人了。不管了，赶紧决战斗啊，不然被更多人发现更丢人。哎，那边有人，往左边靠一靠。咱们贴着这个边走啊，应该没啥问题。不错不错，还没有遇到人。这啥？喷泉吗？喷泉好像也能擦，不冲屁股啊？完了，来人了，来来，赶紧解决。不是你俩有意思不？啊，就这么一直杵着，往这边走，看能不能把他俩甩了。甩不掉呀，跟着这么紧，不就是拉屎没带纸吗？至于这么一直拍吗？来拍吧，录视频，我还就当你面冲屁股了。啊，这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这怎么能整喷泉里呢？我真是没想到啊，失误了，失误了，赶紧再找下一个地点吧。现在已经擦了一半了，还再找地方擦两下。哎，这边这个桌布，后面没人跟着吧？走走。我去，着急了，绊倒了，完了完了，这家彻底是甩不掉了，那就直接开始吧，我这老脸也不要了，您拍吧。别光拍啊，录个视频，录了没？录了我就走了，这发网上我绝对火了。哎，经过我走了这么半天，已经很熟练的掌握了蹲着走的奥秘，你们看，哎，这个速度快不快？瞬间就把这帮臭流氓给甩了，然后我再回到厕所，这我就把你们彻底甩了。我他妈穿门而入，你们是咋做到的？不对呀，我这不是在厕所呢还拍，有病是不是啊？就离谱。来来，让我出去，赶紧把这最后个地方找到。哎，我怎么让我出去啊？别急我，我 much later。 OK， 重开一局啊，相信我绝对能把屁股擦干净。先巧妙绕过第一个小伙子，找到这个丑陋的蒙娜丽莎画像。我去，绊倒了，没关系啊，快快快。OK， 舒服了，继续下一个地点。你们看，我这蹲着走都被他们走路怪。继续第二步，冲下水。那众所周知，冲了水肯定会很湿，对不对？然后咱们找到桌布，哎，用桌布再把这个屁股给擦干。接下来还有第四个地点，在哪来着啊？这都已经被这么多人跟踪了。哎，灭火器这里，这个怎么擦？我去，什么鬼？用灭火器擦屁股，这上火了吗 ？OK， 任务结束，我们成功完成了擦屁股任务。大家有没有过上厕所忘带纸的经历呢？那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一定要记得点赞关注我。小新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